碎嘴关不住。社区有很多小三，小三你也管？一发生因为遛狗，他发觉他家的狗怎么往隔壁洞去？一个女生下来，狗看到他很高兴，他就他家老婆打了，你不知道气吗？有一天有一个邻居，她老公带着一个年轻的妹妹，我就打电话给我姐妹说，赶快下来，你老公在把妹。她跟我说那是她远房亲戚。可是我觉得预防胜于治疗，有啥？今天晚上10点，金达跟班。